今天我们算假日哦，算假日啊，对对对，所以没有三幺五班。好，找一个香蒜辣味鸡肉意大利面，还有一个辣味鸡肉番茄，单点吗？单点，然后再一个鲑鱼的葱油沙拉。带小猴来他们才能吃啊，但是他鸡会蒜头会太重，小猴又不喜欢吃。你带他们来吃那个火锅？对啊，过了那十二点钟就说，那也是我们今天假日才来的。这点餐应该说今天算假日。我还想说，为什么紫菜汤都不说你哎呦，我的感觉。菜汤。是不是紫菜就不对？你加紫菜比较香。对，所以是品种不一样。所以昨天那紫菜汤也不难吃啊。我刚才看到有一个那边有一个卖什么乌秋的紫菜，我还是买一看看。你直接问我哥买哪一种紫菜就好了，哪一家？他是就说什么市场这方市场，可是我个人不晓得是哪一种紫菜呢、啊。或是有吃就好了、我是要吃好吃的。妹妹就说对呀、我只喜欢吃好吃的辣味鸡肉番茄。其实假日其实就是不给套餐而已，所以没有比较不划算，对不对？要不要忘记有可能这不是跟你们这是什么？这样差了多少钱？28。啊？28。真的多了蒜头。这比较好吃。是的。这也还好，番茄也 OK 啊。对啊。这真的蛮好吃的。刚才应该鸡肉就一起煎就。看忘记。对啊。我觉得都上菜上来。哎，你们这个热量的小屁股，我给你煮点两样。我认得这两个还带勾勾的，这比较辣。好，不错啦，意大利面要在这边当主食。到底都在哪？我觉得。我其实还蛮愿意的。嗯，当初是不要的。当初你说不要，我说不要。对啊，我也没有说不行。当初你自己说要回台湾的，我没有讲。你说了？没有。再录片可以吗？有没有啊？你比较。
现在我们已经吃完饭了，总之呢它非常的好吃，它非常的好吃，然后还讲什么，那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按赞订阅我哦，还要按下小铃铛会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，拜拜。